咱睡吧，你行动不方便，不如在我家客房睡。可以啊。救命！救命！站住！站住！你没事吧？我的脚受伤了。进来吧，我给你上药。挺自觉。啊，糟了，不能被他看到。我给你上药。上这个药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拿错了。这个。这身材可真好。比我们公司的模特都强。在干嘛？我看你身材挺好的，不如来我公司当模特。我不需要。哎，别动！我记得你手也受伤了，我帮你包扎一下。来。既然人都来了，就先把正事办了。不行不行，欲速则不达。这么看他有点帅，今晚可不能让他跑了。我们睡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行动不方便，不如在我家客房睡。可以啊，不过你什么时候给我讲开啊？